紧接下来下面一位品真老师哈，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表现哈，大家都难以预测。为什么呢哈？因为台下总会拱他做一些哈很神奇的招式。没错啊，热情的掌声，嘉宾啊，欢迎 Mr. Frog。青蛙老师说哈，他已经连续啊，从2011几年哈一几啊，注意我说一几年到今年哈，每年都来个头转，好，刚刚有点短，老师明年可以再继续吗？老师点头说可以，好，谢谢我们的青蛙老师，谢谢。